在妈妈讨论版上面看到的这个。哎，怎么丢马桶？我们来。然后后来翻过去看了一下它的成分表。刚从全联回来，我现在找到一个蛮好放菜的购物袋，也是个保冷袋。我不知道哪来的，我们家出现它长这样，它是这样开就比较好装菜。那早餐 bagel， 我们今天晚上要烫的地瓜叶马铃薯炖肉，所以有牛雪花、洋葱、马铃薯。那伊凡想喝，他指定要喝玉米浓汤，因为我不想处理那个玉米的厨余，所以就直接买罐头了。然后一半的洋葱要煮马铃薯炖肉，另外一半的洋葱要跟这个苹果一起煮洋葱苹果水，那是要给母蛋的。有兴趣的妈妈也可以上网查洋葱苹果水，它是一个增加免疫力的食材，可以去试试看。不是，我已经用掉很多罐，也非常推荐。当初也是在妈妈讨论版上面看到的，这个是平大的薄盐酱油，你可以去超市的时候去留心一下这一款酱油，非常的适合家里有小朋友的话，要跟着大人一起吃饭就可以用这个来入菜。我试买东西就比较好装，酱油我就可以放直的，玉米粒我也可以放直的，好用。你在看书哦，香蕉。The end。Hello。小乐在哪里？来找妈妈，要不要来吃饭呢？对啊，吃饭了，走吧。
肉，牛肉，牛肉，嗯哼，哦，啊，谢谢，妈妈听得很高兴。嗯哼，粉粉，来啊！好，什么意思啊？快吃完了呢。谢谢。谢谢。嗯哼。What？ 什么啦？要咬，牙齿要咬。今天下午去大直上一个共学团，然后下课之后我就去逛 ADDIT LIFE 还有美丽华，来看一下今天买了什么。今天去这个超市，还有那一层买甜甜圈，这个是荆棘口味的，哎，小朋友不可以吃，这是妈妈的。还有 ouch so sorry， 面面，面呢，还有没有咖啡因的百香果，芒果百香果 ，mango passion fruit herbal tea。晚上可以喝。哎呦，想要自己做优格，我要做优格好不好？因为越来越热，我们就来做优格吧。面。对呀，面面。什么味道啊？百香果的味道。很香吗？芒果跟百香果。妈妈也有。换上这个树懒的衣服。No rush to bed。哎，我没有带啊。就是备用衣，觉得蛮适合的，是个短袖。对对对，的确是的。鸭子。嗯哼。鸭小孩。哎，鸭妈妈。哈哈哈哈。哎，怎么丢马桶？我们来。几公斤？哦，它有这个说明书，是不是？嗯，没有，它只有这个形状，不记，这样手拿的感觉。嗯，欧姆蛋在哪里？嗨。有，我们有看到评价。哦，有看到。对 ，Google Map。这个冰的有冰滴。嗯。那特调咖啡，这边是带有酒的蜂蜜。
的小手手，等不及喽！好的，刚一开始就进去了。对啊，我在里面等，等到。然后小孩子吃完全部跑下来。妈妈，妈妈。先丢出去，再叫妈妈捡啊！嗯，小孩们在，他就把头，拨一块下来给别人吃，然后别人自己就回去。王母蛋，你在干嘛？你要把面包粘在额头上。什么时候学这么中文的？Are you okay？ 他突然偷笑哎。这么开心的偷笑，妈妈都把你录下来了。长大就看到你小时候把面包粘在额头上。你在保温，还是你要让它合为一体？喂喂喂，你找谁？OK。谢谢。还要？还要。嗨，最近要来跟大家一起开箱一个最近吃到的好吃的东西，是这个牌子的果酱，是忘记在哪一个超市看到了，后来再回去超市找已经找不到，所以我后来在网络上找到了 Momo， 就在 Momo 上面买。那为什么会买它呢？一开始是被这个手绘的封面看到了，觉得好精致哦，然后后来翻过去看了一下它的成分表，就是这一罐是天然凤梨生姜果酱，啊，里面的成分是凤梨、浓缩葡萄汁、苹果果胶跟姜，然后不含防腐剂，那可以单吃或冲泡，适合搭配吐司、面包或冰淇淋。那因为这个成分表里面没有我看不懂的东西，所以我就先买了，然后回家这罐已经快吃光了，舍不得吃完。它的凤梨闻起来有一种，哦，很浓的凤梨香味，有一点醒脑哦，很香，但是是天然的香，不是人工香精的那假假的香味。那我会用它来拌母蛋的麦片，或它的优格，我的优格，或者是之后我应该会尝试把气泡水加这个，或者是我晚上在喝的气泡发泡锭加这个试试看是什么味道。来开箱，在啊，拿错了，在 Momo 买的。因为 Momo 有集齐品到今年的11月，我想说我很快就可以吃完，所以就直接买了两罐不同口味的，这两个来看一下里面，我觉得吃完之后觉得非常喜欢，因为它是生姜本来就是一个我很喜欢的元素，那凤梨是觉得很适合搭配夏天的饮食。那另外一罐是买的新的味道，这个是我看一下，草莓果酱，里面的成分是草莓、浓缩葡萄汁、苹果果胶跟柠檬汁，也是不含防腐剂。看一下里面，这个还蛮一般的草莓的香味，试完之后再跟大家分享。
但目前我是非常喜欢这个柠檬生姜，那会搭配之前做的泡水的奇亚籽，那跟可能其他的一些那一阵子正在用的粉类，最近是黑芝麻粉跟亚麻仁籽粉一起用。That's it.